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找到咱们开声，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耶稣为新约圣经229页，新约圣经229页，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段经文，找到没有？找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到九节到八节。一二，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自己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神话、人话与鬼话的区别向神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阿们，你是全能的神，阿们，你什么都知道，阿们，连人意念的深处的东西你都知道，是的，你是遍察全地的，阿们，你是充满万有的，阿们，你是无所不在的，阿们，你是无所不知的，阿们，你是全能的神，阿们，今天把众儿女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们，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阿们，但愿众弟兄姊妹的聚会达到主你的面前，阿们，请你亲自来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阿们，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的话，阿们，但愿你的话语成为亮光来光照我们，阿们，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阿们，使愚人得以通达，阿们，请你亲自借着你的瓦器将你的话解开，阿们，圣灵在他里面做工，阿们，使叫众弟兄姊妹都能听明白，阿们，把今天的聚会交给你，请你除去魔鬼对你众儿女的搅扰，阿们，使我们今天能够静静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阿们，保守今天的聚会，阿们，除去我们一切自高指示，阿们，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阿们，不在肉体里面生根建造，阿们，因为神召我们原是圣洁的，阿们，今天你圣召召我们，阿们，我们不是在肉体中间沾染污秽，不是活在肉体中间，乃是活在基督耶稣里，只有活在基督耶稣里才能结果子，因为今天我们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多得荣耀，求你亲自在我们身上多结属灵的果子，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更新我们，除去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使我们今天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把你的瓦器交在你大能的手中，凭借他什么也不能做，就求你将刚强壮胆的心放在他里面，将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放在他里面，使他说每一句话语都不凭着自己的意念，都不凭着自己的私意，乃是照着主你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求你的圣灵亲自来
在他里面说话，向你的百姓说话，将你的圣经解明，使每个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就都明白了，并且能够丰富地从天上得到赏赐。感谢赞美赐给的阿爸父神，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感谢主的恩典，咱们继续来交通神的话、人的话和鬼的话。那么魔鬼今天呢就借助于人，是不是啊？就借助于人，借助不信的人到教会里混乱主的道，借助于那些在教会中间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来干什么呢？来干什么？放纵情欲，相咬性存，是不是啊？是搞分裂，搞结党，搞纷争。那么这一群人，这群人在教会中间中了魔鬼的诡计，是不是啊？是。所以魔鬼就利用这群人在做这些事。这段经文呢，我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已经查过了，我们今天再详细查这段经文。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保罗在这里说求你们，劝你们，求这句话你想想看，求你们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能力的求有能力的，对不对？是求你们了。前面说劝你们，求你们，这话够不够谦卑的？够谦卑的。保罗没说我带着杖到那里去刑罚你们，而说劝你们，求你们，是不是啊？是啊。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客气的，我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什么能讨神的喜悦呢？如何来讨神的喜悦呢？先把这个合上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从一节开始看，如何能讨神的喜悦呢？凭信心，凭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脱掉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个人不要在这些事上越分，好不好？好。肉体那个邪情私欲会导致混乱主的道，会混乱主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是。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就毁坏那人。听没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要在个人在这些事上越分。我们看第十二章的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又一个劝，是不是啊？是。这都是保罗所写的书信，说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那段经文说不要再向外邦人，是不是啊？这地方说不要效法世界，前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啊？将身体献上，那么身体是谁？以弗所书第一章晓得吗？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两节中的22节23节晓得吗？以弗所书，有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呢，老年肢体啊，翻圣经慢的年轻的肢体帮翻一翻。找到了吗？还有没找到的啊？都找到啊，都找到完了，我给你读，你可以看着经文。身体是什么？这地方说守着身体，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魔鬼可以利用不信的人放纵，也可以利用信的人放纵肉体的什么？情欲。可以利用没有圣灵的人在教会中间分门结党，也可以利用什么信的人，肉体中间放纵情欲。听没听明白？明白。搞相咬相吞，彼此相吞。魔鬼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教会中间搞混乱，搞结党，搞纷争。那么也可用情欲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在教会中间搞混乱，是不是啊？这样呢，利用人，利用信的人在男女中间搞混乱，也可以破坏神的工程，是不是啊？是。破坏神的身体，对不对？破坏基督的身体。我们看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不是他的身体？是。我们吃饼的时候，这是基督的身体，你说阿门，你是不是接受了？是。你接受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身体应当怎样呢？守住，对不对？有的人吃到这肉体的，进到肉体，这身体就没有了，变到茅厕里头去了。守没守住？没守住。好，咱们再回到罗马书十二章，我要查的经文，你一定用手隔上，因为你不用手隔上，你翻圣经翻的没我快。我一下就翻到了，你一两下你也翻不到，特别是年龄大的老肢体啊，你翻的更慢，所以你一定要用手把它隔上，别翻完了我一回头又找不着了，就在那翻半天呢。罗马书的第12章1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身体是谁？教会。教会献上。身体是逐个的肢体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督的完整的身体，对不对？对。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祭呢？活祭。肉体要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当作活祭，是不是啊？是。是圣洁的。圣不圣洁？是。干不干净？干净。洗没洗净？洗净。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你就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比更新而变化。效法世界，世界不是你效法的对象，世界不是你，任何人都不是你的老师。所以耶稣说，不要称世上的人为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老师就是你学习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天的老师，我们向他学习，对不对？对。耶稣是先死后活，那我们今天先活后死，对不对？对。对吗？不对呀。耶稣是先死后活，那你怎么样呢？先死后活，那你要先活后死，行不行？行。行不行？我行。我这一说快了，马上就，是不是啊？就行，行吗？基督是先死后活，我们是先活后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不是效法基督，这不是效法基督，肯定效法世人，对不对？那么这里边说，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里边更新，是不是啊？更新就是脱掉一个穿上一个。是。为什么今天不要叫你在这些事上月份？因为今天你活在肉体中间，就在这些事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对不对？一欺负他的弟兄，会不会造成教会中间的混乱？会，一定会的。什么叫欺负他的弟兄呢？那么今天有的弟兄呢，就是把教会的姊妹领家去住去，欺负欺负他的弟兄，啊？嗯。欺负欺负。欺负。这叫欺负他的弟兄。那么今天这件事情，得不得罪神？一定得罪神，因为这件事情要一旦张扬出去了，对教会整个的施工有没有影响？有。对整个的身体的建造有没有影响？有。那弟兄不来聚会了，因着这件事儿，
你是不是破坏神的殿了？是啊。你破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谁毁坏神的殿，神就毁坏那人。听没听明白？听明白。毁坏那人，那人是哪人？就是你的身体，就你的肉体，是不是啊？是啊。因为这段经文呢，我很少查，我也查过了，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时候查过，所以这段经文很麻烦的。如果你今天不明白，你就会查，就把这个身体当成肉体了，所以要守住你的身体。这个守住身体是什么？整个的教会，是不是啊？不能够人在这些事上越分了，就毁坏了神的工程。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毁坏那人。因肉体的邪情私欲中了魔鬼的诡计，毁坏神的殿，这一定上帝不会容忍的。神的愤怒必要临到这个人的，因为这就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更新？脱掉旧的，穿上新的，这叫更新呢？是是。脱去我的，穿上主的，这样才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你在情欲中间活着，你一定会放纵的。你今天必须进到基督耶稣里面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就能够常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耶稣就不能说，你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就没有必要说这话了。也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会经常的从基督里跳出来，从属灵的生命中间跳出来，进到哪里去呢？肉体里头。他时常会这样的，不是说他不得救了，他已经重生得救，他经常会从基督里跳出来，进到哪里去呢？进到肉体里边，他也得救了，但进到肉体中间就开始放纵，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不是这个肉体不是你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对。所以呢，地上的帐篷说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属天的房屋，对不对？是。所以人会时常地从里面跳到外面去，一从里面跳到外面，非但不能结果子，反而越来越造成了败坏，在教会中间造成了败坏，是不是来毁坏神的工程了？对不对？好，看，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一下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效法世界，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可以讨神的喜悦呢？如何可以讨？四章的第一节的下半部，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怎样行啊？那怎样行？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啊？不要效法，是不是不要效法世界啊？是。是不是啊？效法是什么？学。效法就是学嘛，不要学世界上的事儿。那么今天呢，有许多人学世上的事儿，世上的人找一个妻子，外面加什么？情人。还有什么？二奶，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的，这么包，是不是？世人是不是这么干的？是。那么今天呢，中国的法律是不是一夫一妻制？是啊。那么今天中国的法律既然是一夫一妻制，在上当官掌权的人人当顺服，听没听明白？在上当官掌权的人人当顺服，那我要顺服他，我的肉体说了不算呢，我有的时候就进到肉体中间就放纵，那怎么办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听没听明白？你自己做不到，圣灵能不能帮你更新？能。你把这件事交给圣灵，圣灵会不会更新而变化？能。这叫心意，这个心意就是圣灵更新而变化，不是你的心，
听没听明白？明白。这叫圣灵更新而变化，凡是带有心的，说心灵因义而活，这个心灵都属于圣灵，是不是？是。这是圣灵怎样呢？更新，更新，肯定不用你板，不用你憋，不用你守，你越守越得放纵，对不对？是。你越守越放纵，你越守，是不是？你越靠律法，越靠肉体，它越不行。这肉体不能够致死肉体，对不对？是。肉体不能够把肉体的邪情私欲消除，不能靠肉体去打肉体，要靠圣灵更新。是不是啊？是，是不是更新呢？是，圣灵更新，而且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变化，更新了才能变化，是不是啊？是。所以靠圣灵更新变化，圣灵在对那个身体进行什么？致死，是不是致死啊？是。哪个身体致死？肉体。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人，他不是靠肉体成全，他不是靠肉体使劲板使劲手，而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换上新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不放纵肉体的什么邪情私欲。是吧？邪情从哪来的？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字儿，冒一说邪情就是邪灵来的，是啊，是不是？是。邪情跟正常的情欲不一样的。是。是不是？跟正常的情欲，有的说男和男性情可羞耻的是，这是邪灵在工作。女和女性可羞耻的是，是不是邪灵的工作？是。这些邪情跟正常的情欲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女人了，动淫念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情欲。情欲。是不是情欲啊？是。那邪情是一种不正常的，是不是啊？是，很不正常，很不正常的，超越正常的情欲啊，是不是啊？我饿了吃饭了，这算不算是情欲？不算。不算。我冷了穿衣服叫不叫情欲？不算。不叫情欲。但我今天贪食叫不叫情欲？不叫。贪食不叫吗？叫。醉酒叫不叫？叫。荒宴叫。是不是啊？嗯。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争竞、记恨、仇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等类，这都叫情欲，对不对？对。而且，人当一旦这个情欲被魔鬼利用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了？邪情的。邪情的，是不是啊？不正常了，是不是就邪情？是。这个邪情恶欲，会不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工程啊？会呀。会。那么在假如今天我们这里就有一对就是很不正常的邪情，就有一对，会不会在我们中间造成混乱呢？对呀，一定会，对不对？一定会造成混乱的。就是你说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上帝一定会在乎这，因为这是属于什么？邪情。是邪灵借助这件事情在教会中间搞混乱，是，对不对？对。你看他说欺负他的弟兄，是不是欺负他的弟兄啊？既然是欺负他的弟兄，这就说明他的弟兄一定会找他算账的，是不是？一定会找那男方算账，他的弟兄也会跟他家的姊妹进行，是不是？进行吵架打仗，最后以至于闹离婚了，是不是？会不会这样的？会。应该是这样。给不给教会带来亏损呢？会。给不给教会带来混乱？所以今天为了整个教会的缘故，可以牺牲我们自己，对不对？对。为弟兄舍命不是占弟兄便宜，是，对不对？对。为弟兄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是。真正的爱是为弟兄舍命的，不是要欺负别人。是。是不是？是。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是是。基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是不是？是。不去伤害别人。是是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是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是。是不是？是。真正基督要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的是的。却不去伤害别人，
只要我伤害别人，别人就跟我俩就是仇敌了。就是仇敌，我们怎么去建造属灵的工程呢？是这个主的圣殿怎么建造啊？我们是不是要建造属灵的工程，建造主的身体啊？是。我们看以弗所把这隔上，一定不要把它合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找到吗？十二节找到了，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边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必须在爱中去建立自己，对不对？这段经文何等的重要！前面说为要成全圣徒啊，这圣徒得不得成全呢？是的，得不得成全？是用肉体成全，还是用生命成全？生命必须成全，用信心在生命里成全，不是在肉体里成全，是不是啊？是。有许多人一听了耶稣，急着吹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就跑肉体里去享受恩典去了，要靠在肉体上成全，把神的救恩往肉体上成全。这恩典嘛，恩典我就找别人家的妻子，欺负欺负他的弟兄，谢谢啊，这样的这叫什么呢？不正常的，是不是？放纵肉体的什么邪情了？邪情，听没听懂？听懂了。上帝今天要教我们在哪里建造？你的爱，在爱中建造，是不是？不在恨中建造，律法是在恨中建造。是，因为律法它有规条，所以人和人之间有恨，人和神之间有隔阂，是不是？是，在恨中建造。但今天上帝召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拿下，割礼，给他割下去。你不有情欲，给割礼，好不好？把你的情欲给割掉。基督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一定要给你割礼的。不给你割礼，过去割礼是什么意思呢？男人呢，这个阴茎的皮呀、啊，用火镰刀给他割掉，那是个预表，是不是啊？代表割去什么呢？割去情欲。今天呢，基督要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是不是啊？见到女的就动淫念，这是男人的共性，是不是？见到那个漂亮的女的，心里就动了，这是男人的共性，所以给男人行隔离。今天教会中间要不要使基督脱去你们肉体情欲的隔离啊？要。基督要脱去你肉体情欲的隔离。有。因为你有这情欲，你想侍奉神不可能。对不对？你在情欲中间侍奉，不可能侍奉神，所以神要把你的情欲的东西给你割掉，给你从根上割掉，不是把那个阴茎割掉，而是要把你整个这个人身体上，不一定光是淫乱的事儿，而有其他的事情都给你默认给你割掉，把这个人给你割掉，把这旧人给你拿下，听没听明白？明白了。不拿下旧人，那么他还有情欲，人今天不能活在旧人里头。要想不活在旧人里头，要想活在基督耶稣里多结果子，今天神就要给你拿下，不然的话，你有这些东西，情欲的东西就像荆棘一样缠累着你，不能结果子。是的，是不是？是的。要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撒种撒在荆棘里，长苗长出来之后呢，被荆棘挤住了，不能结出诚实的籽粒来，是不是？是的。不能结籽粒，行不行？不行。不行的。所以上帝今天一定在教会中间，在每个人身上实行割礼，对不对？对，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因为这东西可以影响教会的发展，影响教会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是的，它是一些属肉体的东西掺和在这里头，这是绝对不行的。是的，这是属灵的工程，不需要属肉体的东西掺和在里头。阿门。
包括你所有的情欲，包括你自高自大呀，所有的在肉体中间所包含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都一同拿下。是是的，不给你拿下你就坏了，不给你拿下就是你就是那将来上帝说谁要毁坏神的殿，神就毁坏那人，你就是毁坏的对象，对不 对, 对，神就要毁坏你，因为你有肉体的情欲，你就直接毁坏神的殿。是的，是的，是不是啊？是的。神为了不让你毁坏神的殿，所以因此呢给你在肉体上施行割礼，那割礼不并不是人手做的割礼，乃是基督给你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借着苦难，是不是啊？是的。使你的旧人渐渐衰微，你的新人渐渐长大。阿门。阿门。对不对？对。还不用你板，还不用你手，还不用你憋，但最后就给你拿下。你必须凭着信，上帝才给你拿。所以为什么你必须凭着信？你凭信，神给你怎样？生命吗？哥。不是光弟兄要割，女姊妹有没有？有。割不割？割。割。他不管是姊妹，你都是儿子，在天国里没有女的，没有男的之分了，是不是？是。都得割，不割不行。这个情欲的东西，它会影响着整个的教会的长大成人，是不是？基督身体的长大成人。是。因为我们今天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建造的是肉体。所以不在肉体中间建造，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这件事情上帝必要成就的。所以只要是你今天你在肉体里建造，你一定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是避免不了的，一定会出现的，是不是？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马上就显而易见，这些东西就显出来。魔鬼就使用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来破坏主的工程。是不是被魔鬼利用了，那是不行的。所以神从根上，从最顶端上最关键的都给你拿下去，不给魔鬼留下破口，不给魔鬼留下把柄，是不是？把你的肉体拿下来，情欲拿下来，你说肉体情欲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同钉十字架了，魔鬼还有什么方法呢？就对你没有什么方法了，是不是？是。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不然他就天天的围着你，就借助你与你的情欲来破坏神的殿，你就成为魔鬼所利用的工具了。听没听明白？明白。神要建属灵的工程，魔鬼要干什么？破坏属灵的工程。魔鬼就是在破坏的。是。你就成为你这个情欲没拿下去，你就成为魔鬼利用的对象了。是。听没听懂？所以上帝，如果你不听不顺服上帝，不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在你身上施行割礼，脱掉你肉体情欲，那么今天上帝就说神就毁坏那人，神就毁坏那人，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那人就这个肉体就毁坏，不让你在地上活着了，你没有机会活着。为什么有的人，是不是啊？上帝在他身上加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都不反省，他都不知道的，没明白。今天我把这道讲给你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上帝在我身上他是怎样的工作，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提前比等上帝手加在我们身上，是吧？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更好，是不是啊？是啊。咱们提前就知道了，提前知道了，提前就做这样的事情，凭信心接受上帝在你身上施行割礼，凭信心接受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变化，好不好？好。圣灵要在你身上更新变化，要把那旧的致死，要把新的穿上，对，行不行？行。行。那么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是圣灵启示的话，对不对？对。这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是，不是给肉体做见证的，是，不需要肉体在里掺和，啊，肉体的情欲在里一掺和，就把上帝的工程给混乱了，是不是？是，不能混乱神的工程，不能混乱主的道，不能给魔鬼做工具，好不好？好，你活在肉体中间，就等于给魔鬼做工具，你活在基督耶稣里，就等于神所使用的瓦器，好不好？好。好，咱们再看啊。
再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是的，不建立人的肉体，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啊？是。好，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因为很多人还没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我们在中间就混乱上了，就在肉体里，越在肉体越混乱，越混乱影响了许多人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进不来了，你在前面挡着，就是毁坏神的殿。神要接住很多很多的人都来建立在神的殿上，建立在教会上，但你在这一横，你挡了许多人在门外了。 是的，是不是啊？是，这何等的关键，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众人。有多少人？很多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但你现在咱们这个教会刚刚成型，都在肉体情欲中间，你说影不影响？影响，拦不拦阻？拦阻，破不破坏神的工程？破坏。所以很多人不知羞耻的，还在网上发布了，羞不羞耻？羞耻，因为他没明白，很羞耻的在网上发布出来，处于魔鬼不处于魔鬼？别人就攻击，别人一攻击，能不能信这个道了？不能，不能信这个道了，能不能叫众人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不能了，因为这些人做了魔鬼的工作，是不是拦阻了人认识真道，接受真道？是不是啊？是。所以今天为要叫众多的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神要今天首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对不对？对。使我们的外体毁坏，内心却一天点心思一天，行不行？行。脱掉我们的，穿上主的，好不好？好。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叫新造的人显明出来，不叫旧造的人显明出来，好不好？好。那些人显明的是什么？旧造人。你看我今天，我找小姐了，我在网上，你看我多荣耀，显明的是旧人，还显明新人？旧人。你看这还以为不以为耻呢。反以为荣，是不是啊？是的。他把这事当成荣耀，这是荣耀吗？不是。咱们现在是建立我自己的肉体，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既然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今天高举的是基督。是啊。高举的是基督的身体。是。是不是啊？是。高举的是主的真道。是。不是高举的我的肉体。是的。你的肉体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的。你的肉体就是好，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的。好坏都得拿下。是的，是不是啊？是，因为旧人本身里边的行为都是旧的。是的，好的坏的都得拿下。是的，因为好的坏的都是旧的。是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都要脱掉。是的，这是上帝今天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是的，对不对？对，说的这一切就是叫你脱。是，你脱不脱？脱。你甘心乐意不？甘心乐意。凭信心脱，圣灵就在你身上工作。阿门，好不好？好。我们已经死了。是，已经死了，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是的，只要你还思念地上的事，证明你没死。没死，是不是？是。这圣经是不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节就这么说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只要思念上面的事，是不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啊？基督是你的生命在地上彰显，高举的是基督，不是高举你肉体。今天找几个小姐，你找几个小姐有什么用啊？啊？你找小姐，世人找不着？找他也找啊。你有情人，世人有没有？有啊。也有啊。这是不是你可夸的地方？不是。显着我还有能力，你找小姐，你算有能力吗？有的人找小姐。一年花了15-16万，他有这钱不往教会里捐，他往哪儿放？去找小姐去了，是不是？是。他从来没有为福音做一点点的事情，他把这钱浪费到小姐那里去了，而且还把这个当成荣耀了。你说蠢不蠢？蠢。愚蠢、愚昧、无知到极处了。把这当成一种荣耀的在网上发布，那么叫看见的人都攻击咱们教会，攻击这道。是，攻击王浩。是，王浩错了，王浩是异端，你看他们
找完小姐还是二小姐路上，完了之后呢，往网上发布，照上相了，是不是给别人的攻击留下了证据啊？是的。所以这就听王一浩讲道的，你看这些人就听王一浩讲道，他首先把谁的名先放前头了？王一浩的名放前头，他肯定不攻击他，肯定攻击我，是不是啊？是啊。不管他今天怎么样，那群人属于害群之马，是啊，是不是害群之马？是啊，一个马就可以害一大群，叫害群之马，是不是啊？是啊。今天我们应当不效法那些人，他怎么样，最后呢，上帝会处理他的，一定会处理他。我们今天首先是在基督耶稣里共建基督的身体，好不好？在基督耶稣的身体上建造，不在肉体里建造，因为我们不属肉体，所以因此不在肉体中间建造，不给魔鬼留下任何的把柄，是不是啊？是。魔鬼天天告诉你，在那耳边告诉你，不管告诉你什么话，你都不要接受，好不好？好。魔鬼告诉你了，是吧？找小姐好啊，很荣耀的，很有能力，叫别人看得很有能力。世人今天，假如他找了一个，是不是啊？三妻四妾的，人说他怎样？有本事。教会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攻击了，就不说你有本事了。这个事儿分发生在谁身上？是啊，对不对？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人就会攻击了；发生在世人身上，谁也看不见。是啊，就像怎么样？剧团有一件事情，不管是剧团，不管演艺界的，出现一件事情，大伙都知道。是。为什么演艺界的事情大伙都知道？因为演艺界的事情一出现了，它是眼睛啊，它是窗口啊，所以有一点事情大伙都传出去。这基督徒是世界的光，是不是啊？就像前面的风挡玻璃是一样，那汽车前面风挡玻璃稍微有一点脏，人就能看出来，是的，就会影响你的视线，对不对？是的，因为它就在你眼前了。是的，教会就是上帝在地上立的金灯台，是的，有一点污染的地方，别人都能看到。是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到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不被人看，把它隐藏起来，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是不是啊？是。今天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中间兴起来，就是世界的光，要照亮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们不属幽暗，所以我们不在幽暗中间活着。我们不属肉体，不属肉体的从肉体出来才叫不属肉体，还在肉体里住，继续享受肉体那种快乐，那不叫属灵的，乃是仍然属肉体的，是不是啊？是啊。我不属律法的，我从律法里出来，我才算我不守。我不守律法，从律法里出来，才算是真正的不属律法，是不是啊？是。我不属幽暗，我从幽暗里出来的，才见到光明，在光明中间住的，与光明同行的，才是真正不属幽暗的，是不是？我不属撒旦的，我从他权势中间出来，不受他的辖制了，这才叫不属撒旦的。阿门。我不属世界，从世界中间出来才叫不属世界。是的，对不对？对。你还在世界中间，证明你属不属世界？属。你还在罪恶里，证明你属不属罪恶？属罪恶。你还在黑暗里，证明你属不属黑暗？属。你还在律法里，证明你属不属律法？属律法。听没听懂啊？听了。不在乎人的行为，你得从行为中间出来；不在乎遵行律法，你得从律法中间出来，是不是啊？是。你不在乎了，你跑律法里头，你不在乎了，你还在肉体行为中间，那就是说明你还在乎，是吧？你还高举你的肉体的行为，是不是啊？是。没出来，还在里边呢，是不是啊？是。那再在里边一说话不就听出来了？他一做事不就说出来了？是，就听出来了。那挪亚信耶和华的话，他造方舟，他证明他信了，是，对不对？对，因为他证明他信要发大洪水，所以他造的方舟。他为什么造方舟？因为信耶和华的话。你光说我信，他不造方舟，这说明什么？不听，你根本就不信，
是不是？亚伯逊才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呢。你那个祭没献上去，你根本就没去献祭，是不是？是的。证不证明你信？不信，不信。因为上帝必须做指着他的礼物好做见证啊。是啊。这礼物就证明他的信呢。是啊。是不是？这方舟就证明挪亚的信呢。是啊。是的。这个亚伯拉罕从家里的乌尔，他说我信耶和华的话，不从家里的乌尔出来往迦南地区，那是不是信？不是。那不是信。他出来往迦南走才是信呢。是啊。他不往那走歪呀，走怎么的？他往那走啊。对啊。是啊。对不对？对，他连走都不走，你说那叫信吗？不信。那个走是他的信心的见证。是啊，是，对不对？对。他献上以撒，他证明他相信耶和华的话，是不是？是啊。把你的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地献为祭，是不是上帝告诉他献的？是啊。哎，他就去献，这去献证明他的信心。是的。是。这献祭证明了他的信心。是啊，是的。他不献祭不证明，他就证明不了他的信心。他怎么证明他的信心呢？是不是啊？是。什么叫见证？到底如何才是见证？你嘴上说我今天见证了，哦，你那就见证啊。我找几个小姐就叫见证啊。你找几个小姐证明你在肉体里，只能见证你在肉体里，不能见证你在基督里。是的，听没听明白？明白。这话就是很，是不是很关键的？见证你今天什么？你属肉体的，是不是见证属肉体的？是。听了道给谁听的？给肉体听，并没有给心灵听的。是。耶稣说：“人若只在今生靠基督，只靠也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怎样？可怜。”他是不是都在肉体有指望啊？是啊。所以把这道这恩典的道弄哪去了？弄肉体了。恩典就是找小姐。这就叫恩典吗？不是。这糊涂透顶了，是不是啊？这不是一般糊涂，就这样的人最后起来会攻击道的，是不是啊？是啊。就这样的人就是被魔鬼利用的，最后起来一定会攻击道的，也会攻击王一浩的。是不是啊？是啊。因为他今天把这道应用，应没应用错？应了。应用错了。往哪应用？这就把新酒往哪装了？旧皮带上。新不往旧衣服上补了。是。错没错？错了。已经错了。是不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自由的，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那个机会，找个机会，这个可以找到机会了，可以放纵了，是不是啊？是。你说糊不糊涂啊？糊涂。帮谁忙了？帮魔鬼。帮撒旦忙了，是不是？是啊。达到了破坏教会的目的，达到了混乱教会的目的了，是不是？是。我这两天一直跟弟兄姊妹就讲这个问题，这问题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如果你遇见事儿了，遇见这样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处理了，是不是？是。因为，你从前我没跟你讲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回事，是啊。就把那。恩典都往哪放？肉体上放，是不是啊？是。神所给我们的，神为爱他人的人预备的是什么？雅典。那小姐能不能看见？看见。啊？看见。能看得见，是不是啊？但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为能看见；耳朵，为能听见；人心，为能听见。对不对？对。所以他追求的能看得见的，追求好的洋房，追求什么大学生老婆，追求的是什么？我有的是钱，我想逛小姐就逛小姐。听没听明白？听明白。在哪里活着？私欲里活着。是不是私欲里活着？是。在肉体里活着，压根就没有明白上帝救恩。上帝的救恩是给肉体。做的救恩是给灵做的救恩，我记得我专题讲有灵魂的救恩，是不是啊？是。如果你看着你我讲的是灵魂的救恩，这救恩是给灵魂做的，你别往肉体上想。是的是不是啊？是。你往肉体上想也不会给你的，肉体有一张饼一皮带水和几张饼就够了，打发他出去出到旷野。夏甲冲不出旷野？冲了。以实玛利冲不出到旷野？以实玛利代表是什么？肉体。
是不是？以实玛利代表着肉体，那么夏甲代表着旧约，凡旧约和旧约所生的儿女，就是属肉体的儿女，都要赶出去的。敢不敢出去？你的不敢出去，你留在家里头，你在肉体中间住，留在家里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你这人已经错了，你这个信仰已经混乱了，是不是？肉体连修，肉体先行私欲，不是留着住在里头，而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真明白经文的人就在这里头，不明白经文的人跑哪里建造去了？肉体建造，建造来建造去的，整个建造情欲的工程，属肉体的工程，这叫草木合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什么？有。就在肉体情欲中间见到，就是那种人，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帝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不好？好。你建立哪个身体很关键的，是不是？守住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对。因为守住基督的身体，肉体的情欲就进不来了。我建立是基督的身体，守的是基督的身体，情欲就进不来了。我建的是肉体，情欲就进在肉体里头，他就会今天把你整个工程全部给你推翻。听没听懂？所以往下看，只等到第十三节，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了。必须建立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他才不受这些异端的影响。是的，不然的话，还没有建成，你先在那里搞一些属肉体的东西，哪里有这些东西，哪里就有混乱。哪里在搞肉体的东西，哪里就有混乱。你相信不相信呢？相信。教会里边来不得半点肉体的东西，是不是？一点都不能有。你只要在肉体中间，在情欲中间建造，马上就会有混乱，魔鬼就不离开你，天天搅扰你，是不是？是。因为你在肉体里头，是不是？魔鬼不放过你。听没听明白？明白。因为这是混乱，魔鬼就借助一些人，就在混乱，在教会中间搞混乱，搞拉帮，搞结果，都在这，这证明他是属肉体的，不属灵的，这是真正的犯罪。不凭信心是不是犯罪？是，这是真的犯罪，是属灵的犯罪，对不对？你在肉体活着是不是犯罪呀？是，你活在这肉体里行不行？不行。我们今天是住在基督耶稣里，活在肉体里。不对，现在要耶稣里。听懂了吗？听懂了。往下看，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爱心的人对他的肢体应当是说诚实话的，对不对？是。他对仇敌说假话行，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上的肢体，你说假话，你就等于对神说了假话。是的，是的，对不对？对。邻舍说诚实话，这邻舍是你的肢体，这手指不能欺骗这个手指，这手也不能欺骗眼睛，眼睛也不能欺骗脚，是不是？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就传递脚，脚就往那个方向去，眼睛看那个深渊，是不是一个大山谷？眼睛告诉脚往下走。这叫欺骗脚，是不是？是是。脚完全走了，不但脚死了，眼睛也死了，全身都死了。是是是，对不对？对。所以基督的一个身体，我们是在基督一个身体上建造，没有欺骗。谁一欺骗，那么今天说明你今天你是属肉体的人。是的，是。对不对？对对。好，往下看。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才能说诚实话。你不爱的人，你不会说诚实话。是，凡事长进，每一件事都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往哪连？往肉上连，是往基督上连？往基督上连，别往肉上连，好不好？好。这件事情不往情欲上瓜葛，不往肉上瓜葛。我们有肉体，相信他死了，
这个人的信仰是真的，我们看不见的基督相信他活着，这是真信，是不是？是是。把看得见的信看不见，把看不见的信看得见，神是看不见的信看得见，人是看得见的信看不见，这是真正的信，对不对？对呀、啊。人能看得见，信看不见；神看不见，信看得见。是的，是的，在看不见里信，不要再看得见里信。阿门。看得见的是物质界的，看不见的是属灵界的。阿门。我们今天信的是看不见的灵界，不是信看得见的物质界。阿门。凡在看得见里信的，都是在败坏。是的，是的，是的。凡在看不见的里面信，是建立主的道。阿门。对不对？对。你谁今天信仰的错误，上帝都要拿你开刀。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要不要开刀？不要，不要，不要开刀。不要开刀。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啊，建造工程的时候很关键。有人建造工程，建来建去，建到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心生骄傲的，在这里建造，草木合结，是不是？是。那么他在草木合结中间建造。都在肉体里建造，是不是？前面得生命了，后面得生活，对吗？前面是得生命，后面得生活，前面靠圣灵得生，后面靠肉体成全。前面在基督里建造，后面在情欲里建造。你哪个教会懂什么光景？我一走过去，这个教会什么光景？你现在下面整个的我讲到时候下面的反应和整个的你在背后里你说什么话，我的耳朵灵敏度特别高的，因为这耳朵是听音乐的耳朵，哪个音符差一点我就能听出来这音符错了。你信不信？信。哆来咪发呢？咪发之间是半音，是不是？西都是之间是半音，你不信你唱唱，你少差一点点我都能发现，因为我这耳朵特好使，特好使。我的鼻子特好使，特好使；我的眼睛特好使，特好使。上帝给我的记忆力特好使，特好使，对不对？对。你一旦你说这敏感度，上帝给我的心的敏感度特别特别强。是的，是啊。就那么一点点小的，我就能辨认出来，是不是啊？是。能辨认出来。那么这个心是上帝给的，神把这心属灵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就叫你去辨别去。因为一个不辨别的基督徒是稀里糊涂的糊涂徒，是啊，是不是稀里糊涂的？是，他是个糊涂徒，对不对？对。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不是糊涂徒，是，是不是？是。所以你今天，你不管你我走到哪个教会，哪个教会什么光景，我基本上都在心里都有数。教会现在很多的工人现在已经堕落到世界上去了，已经不是专心的服侍主了。不像约书亚和加勒专一的仰赖，专一的跟从摩西，专一的跟从神了，所以很多的工人现在都完了，掉坑里去了。他为什么掉坑里？进哪里了？进肉体。所以为什么讲这课题很关键的？这课题，是不是那些掉坑里头的，他再也提拔不起来，不听到了，甚至于聚会都是应付了，讲道应付了。是不是讲到根本就不在那个基督里边讲到，一讲就错，一讲就错，是不是净讲错套？是不是啊？是。给下面弟兄姊妹带来多大的亏损呢？是。带来多大的亏损？下面听到的人，他都在等着，像那小鸡仔似的在那张嘴呢，像小鸟仔在那张嘴等着喂呢。是。那大鸟回来了，空嘴回来的。听没听明白？听明白。那大鸟没打回来食物，那小鸟在嘎嘎嘎嘴张多大，嘎嘎叫，没有食物，都饿着，是不是啊？是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工人现在已经完了，都堕落到世界中间。你看到很多的工人的空间里发的什么东西啊？有一句属灵的事儿吗？有神的事儿吗？全是人的事儿，对不对？全肉体的事儿。对不对？对，全都追求肉体的丰富，全都追求肉体的好处，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工人能代表教会吗？不能。上帝一下就把他拿下，上帝不用他，
对不对？对，这不是个好工人。好工人他是什么？他是喂养主的群羊，是不是啊？是的。他净是分心的事，这分心那还分心，你说他怎么喂养？是啊。啊，全都在肉体里建造，全都肉体的好处，自己首先都在肉体里得好处，那么这工人早晚被神拿下。是的。是不是？不拿下你今天也是敲竹嘎耳朵仰头受罪，讲道就是受罪，对他来说。是不是受罪呀？是。敲竹要嘎耳朵就是两头受罪，这边也敲，那边也割，是不是两头受罪呀？是的。那现在的工人现在就两头受罪，讲出道没人听，甚至有的人讲道甚至就教会弟兄姊妹都没法听了，是不是啊？是。原因是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魔鬼今天对工人就这样，就叫你侍奉两个主，是不是？一面侍奉金钱，一面侍奉主，你说你能侍奉了吗？一个心八下扯的，你试试看。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要专心的侍奉耶和华，上帝才使用这样的人。不专心呐，是吧？都在肉体里头，都顾念自己的肉体，早晚有一天上帝会。是不是啊？会动手的，能不动手吗？咱们在地上还有多少天了？50岁了还有多少天了？是不是100岁才36500天？是不是？36500天，是不是啊？那么在50岁了，过去50岁还有多少？你还活不上100岁呢，就1万多天了，使劲儿在地上抓，哎呀妈呀，抓的简直了，抓能带走吗？都给别人了吗？是。你宰下个金山也都带不走，是不是？是。都得给别人。所以很多的这个工人都没有看见，你说下面弟兄姊妹能有看见吗？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呢，听到呢就睁着眼闭着眼在那听，就是的。不好意思不听的，就听就睁着眼闭着眼在那听，是不是啊？都跑世界中间去了，都顾及肉体了，都顾及肉体的享乐了，给肉体攒了一大堆的，能带走吗？不能。一样都带不起，我们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我们生如何死也如何，是不是？空着来的要空着走，一样的都带不去，上帝不会就叫你把物质界的带到属灵界里头。是的，那糊涂人就是有的糊涂人，他就糊涂在这个地方，他压根没明白。好，咱们休息10分钟啊。